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Hello， 大家好，我系魔人，今日翻到嚟继续同大家玩呢一个嘅钻石噶。好啦，咁啊，今次翻到嚟咧就想同大家去讲一讲咧，我哋嗰啲嘅角色点样升系会比较好啦，同埋最近个活动咧嗰啲角色咧都好紧要啦。咁啊，现阶段嚟讲咧，我哋嘅居民数咧就得嗰9700嘅啫。咁去到10000咧，又会有报酬，就可以升呢一个嘅办公室嘅，系啦，应该如无意外系咪升办公室啊？啊，唔使理咁多啦，总之有得升就升啦。上次同大家讲咗噶啦，有得升呢啲房屋嘅话咧，升人数咧，你升咗人数先就啱噶啦。咁啊，今次个活动其实大家都知有只红丸送，而只红丸咧。是我依家嚟讲咧，叫做最劲嗰只嘅角色嚟嘅。咁我同大家去睇睇啦，31765嘅战力。咁啊，点样做出嚟呢？咁啊，慢慢同大家讲啊。嗱，呢只红丸咧，就我用咗佢好多嘅觉醒石啦，因为玩佢个活动咧，你不断咁打咧，打分咧，佢就会有觉醒石出啦，同埋咧玩嗰个 bingo 咧，咁又会有觉醒石啦，咁样各下各下咧，就各到差唔多已经可以做到六星啦。咁但系后边最后嗰两粒嘅觉醒石系好难攞嘅，咁希望迟少少同大家攞埋再同大家去讲啦。咁装备方面，佢亦都有专属嘅武器啦。咁大家可以见到呢一个嘅红色鬼舞者的刀啦。咁啊，攻击力去到250啦。咁如果系红色鬼舞者红丸装嘅话咧，咁就会攻击力加 20% 嘅。咁所以呢一个活动咧，最紧要就系嗰把嘅红色鬼舞者刀同埋呢一个嘅红色鬼舞者短外垮嘅。咁啊，防御力有621啊，爆咗嘅。咁你见到咁都系啦，我哋嘅红丸装咗先会加 20% 啦。咁呢度加加埋埋咧，嗰啲嘅 EP 咧，即系嗰啲战斗力咧都唔低噶啦。咁另外就系技能方面，可以睇睇呢只角色啊，战场奔驰。咁啊，我敌方单方就会防御减嘅，自身嘅回心又会升嘅。咁呢一招，咁第二招就系我方全体啊，唔系完全啊，全体分缺回避 90% up 啦。咁呢个都系劲噶。咁跟住可以睇到下面嗰度有命中呢一招嘅。如果 HP 75以上咧，自身反击将于回合开始时咧 6% up 啦。咁再睇埋啦，我哋去到呢一个嘅才能解锁啦。咁呢个我觉得要同大家讲讲嘅才能解锁，有阵时可能你锁咗啲位喎、哦。咁如果你锁咗啲位，但系其实你开到你唔系觉醒不足或者 level 不足嘅话，即系佢冇锁住嘅话，纯粹系你救唔到嘅话，咁你当然你就自己去打翻呢啲嘅关卡系最好啦。咁一阵间同大家讲啦，我哋讲咗今次嘅活动，各红丸可以升到六星先啊。因为我已经升爆晒啦，佢要100咧先可以再升到，系啦，先可以再加强其他嘅实力啦。咁就争最后嗰两粒红丸嘅石啦，系啦。咁呢度呢个大家可以见到啦。咁呢个最后点攞咧，阵间再同大家讲，系啦，太多嘢同大家讲啦。我攞个比喻就例如点样去升劲啲，就一定系才能解锁系升得超多嘅。但系我依家只角色都好似升爆咗，不过唔紧要啊，我哋再揿落去睇睇。嗱呢度咧，我哋嘅魔王未升爆嘅，咁你可以见到啦。呢度咧全部加200，你有材料就做到噶啦。咁呢度我哋咧就可以直接加咗200上去。咁其实佢嗰啲 EP 都加几多？咁啊，实质上佢都加唔少嘅 ，HP 本身系5124，佢又加咗5324。咁呢个位咧就建议大家活动同埋呢一个嘅我哋嘅任务成长任务咧两抽啦，系啦。咁啊好简单嘅啫，如果你够打中级，你咪刷中级咯；如果你已经系好高战力，可能10多万嘅话，你应该要打上级噶啦。咁打上级其实都好简单嘅啫，你就系你要乜嘢咪打翻乜嘢咯，即系例如你攻击力上升，你咪打翻咯。基本上样样嘢都要，同埋系刷劲多关，不断咁刷。双刷系啦，刷都唔停，咁先可以升到成队出嚟嘅。
咁我依家嗰对系点咧？咁都可以俾大家睇。依家我暂时啦都系206,000啦。咁就争下边嗰啲角色咧，嗰啲嘅咩未开嘅系啦。下边嗰啲角色咧，唔齐啦。一来系啦，你见到都系好怪嘅，啲属性会乱搭嘅。咁纯粹就系装咗上去啲战力会好少少咁样嘅啫。咁另外就係下面嗰堆呢嗰啲嘅能力解放都未解放嘅，係啦。咁跟住就活动角宏远啦，活动角宏远就大家可以睇呢一个，我哋撳返去活动先。头先同大家讲咗才能解锁啦，呢个係好紧要啦，你总之唔够你嚟打就啱㗎啦。咁跟住就活动方便啦，活动方便大家可以睇睇啦，我哋呢个嘅 Bingo 呢个位啦。你做齐晒所有嘢，佢又会俾个几食意你嘅。咁其实去到下个月月头嘅，咁呢个咧就一定要做啦，因为红丸升到六星咧都几好用，同埋真系几劲嘅。咁暂时嚟讲，真系冇咩角色可以比得上佢，因为可以升到六星，同埋你本身抽一只得一只嘅话咧，咁嗰个嘅能力值上面咧都相差好远，加上红丸又有今次活动嗰啲嘅武器啦。咁简单啲嚟讲，就系呢只 game 咧个活动咧系大过抽奖嗰啲嘅角色嘅，除非你系咁丧抽，你抽奖你抽蛋咧系抽到只只都抽满佢啦。如果唔系，冇可能够呢啲活动嘅角色打嘅。即比啦，系啦，因为活动嘅角色你可以升好多个 level， 但系你嗰啲抽蛋嘅角色你始终有限啊嘛。咁呢个 Bingo 呢活动呢你就一定要玩啦，有咁多玩咁多啊，无谓呢整唔到隻红丸上去啦，因为有成个月都几容易整嘅。咁另外就呢个嘅暴食战就未开啦，咁迟少少开埋暴食战睇下佢会有啲咩玩啦。交换所呢度都系啦，要换晒啲红丸佢啦。呢、這个位置我已经唔记得咗有几多个红丸啦可以换，但系咧有几多换几多啱噶啦。跟住咧仲有就系呢一个嘅执事家的设计图可以开，呢、這个有三张设计图嘅，你全部换晒佢，你去翻我哋嗰个嘅王国嗰度起翻三间执事屋就啱噶啦。咁另外就可以换埋呢度嘅，其实呢个都可以换晒佢。啊！呢啲咩嘅食物啊，加好感度嗰啲可以换晒佢啦。咁头先同大家讲就系话啲石嘅，咁如果你真系多咗好多出嚟，又冇乜需要噶啦，系啦，即系你唔使再换红丸啊，或者系换咗啲嘅设计图咧，咁你咪可以喺呢度换咯，系啦，你嘅分你可以喺呢度换，跟住升你嘅角色咯，系嘛？去到最后仲有钱同埋经验嘅添，睇你自己需要啦。咁但係换咗重要嘅先，上面嗰啲係上面嗰三项我觉得都比较重要嘅。同埋限量嘅都係重要嘅。换晒啲限量佢，例如依家见到呢一个嘅彩色石啦，即係呢个材质石啦。咁佢限十次，限几多次嗰啲换晒佢先。冇限嗰啲你唔使理嘅，係啦，限咗嗰啲其实係难出少少嘅，一般嚟讲，同埋係直换少少囉。咁大致上今次就讲到嚟呢度先啦，咁纯粹係同大家讲个活动嗰个红丸角真係超劲啊。下条片再见，有咩问题留返个言，下条片讲啦，拜拜。兄弟们，你都睇到嚟呢度啦，唔系唔订阅我个频道啊嘛？揿埋隔篱个铃铃，俾埋个 like， 最重要就系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 读佢玩埋呢只 game 啦。